宋仲基受贿调走不到两年，个性不合宣布离婚。宋仲 CP 宋仲基宋慧乔婚姻走不到两年宣布离婚。宋仲基先是声明跟宋慧乔协商离婚，乔妹随即也跟上，表示两人个性不合才会做出这个决定。크게저개인적으로는뭐달라진점을느끼는부분은없는데아무래도宋仲基上个月底才放散谈婚后生活，굉장히뭔가마음의안정을얻었다고해야될까요뭐그런게가장달라진점인것같고요그거는결혼하신분들은다똑같이느끼신부분이아닌가싶고또제 와이프도작가님두분그리고감독님의워낙팬이어서네또오랜만에제가오랜만에하는드라마거의한3년4년만에하는드라마라서끝까지집중해서잘하라고네拍摄《太阳的后裔》假戏真做，被称为演艺圈史诗般的一对。如今宋仲基的声明里，一句希望圆满结束离婚程序，而不是互相指责，透露两人是不欢而散。제가기대한만남은아닌것같네요이해합니다가보겠습니다즐거웠습니다잘가요